潍坊一周年快乐 ！Hello Stars Hong Kong 嘅观众大家好，我系 Nancy 龟卓耀。嘅感觉我觉得好新鲜，因为未做之前，其实我有一直担心，其实会唔会遇到啲未知嘅一啲恐惧啦。咁好好今日有吴文峰一齐同我做啦，所以我觉得成个感觉系 relax 啲，比想象中。对潍坊嘅感觉，我就觉得。呢度係交通非常之方便啦，因為 connect with 嗰個地鐵站，咁仲有好多唔同嘅嘢食選擇啦。咁我係一個好中意食嘢嘅人，咁我覺得喺呢間商場入邊，如果我自己一個都可以行好耐哦。其實我嘅身高 let go 係敘述緊一個人係分手好痛嘅嗰個 moment 同埋嗰段時間。咁但係都想就話借呢一首新歌去提醒大家，即使你面對一啲咁痛嘅經歷，你都應該要學識點樣去自愛。我諗《江南往事》就係拎住地拖係一樣啦，因為我冇諗過原來係要去咁樣去清潔成個屋企嘅。咁第二件事，我諗應該係我試咗好多台灣嘅嘢食。雖然就話之前都有去過台灣啦，咁但係因為幾年冇去，咁多咗好多新嘅嘢飲店啊、嘢食啊，咁今次都因為拍 MV 試曬，咁我覺得好開心。嚟緊我哋準備下一首新歌啦，因為我今年我想試一下唔同曲風嘅作品，咁睇下會唔會可以真係挑戰到自己去做啲新鮮啲嘅嘢。我自己就好想試 pop rock 嘅曲風嘅，因為我覺得好型同埋好 powerful。咁如果可以嘅話，我想試下同 DJ 合作咯。演唱會音樂會啊，我諗大家即使有個諗法，但係而家都未 firm， 所以要等公司再慢慢計劃。首先咧，我頭先有一個諗法，突然間諗到，我發現咧今日嘅呢一個嘅演出啦，對於兩位嚟講咧，應該都係別具意義啊。因為我知道吳林峰咧，以前即係你啱啱都講你係沙田人嚟噶嘛，大圍人嚟噶嘛。咁你之前咧就有喺呢一區度做 busking 嘅。係係係。咁你就上年咧都有嚟參與我哋。你知恐龍的紙巾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哋同事可唔可以？停唔到。俾張紙巾吳林峰，我哋兩次請嚟嘅男歌手咧都係比較大汗型啊，上次肥仔。會落雨咁啊！好犀利，唔該曬，唔該曬，唔該曬，同事。俾大家熱情感染。係啊。係啊。咁啊，啱啱提到你話知道咧，你以前有 busking 啦，咁呢一區 busking 咧都係你會去嘅地方。係。咁但係你嘅成長就係由街頭上面 busking， 可能捱雨啊、捱住熱啊、捱住凍啊。今日可以入到嚟商場呢一度，即係一次又一次。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進步同成長對於自己嚟講。因為咧，即因為近屋企啊嘛，你可以覺得啊，好似有種帶種好似隔離鄰舍傾偈嗰個感覺啊。喺呢一區大，喺呢一區成長，喺呢一區叻咁樣。叻應該唔係叻嘅。都叻嘅，叻唔叻啊佢？大家都叻，大家都叻。係啦，因為咧 ，Nancy 今日嚟到呢一度，啱啱同佢喺後台傾偈，知道你係第一次做商場嘅演出。對於你嚟講都係一個好標誌性同埋好有意義嘅事情，係咪啊？因為咧，我哋呢一個潍坊嘅商場咧，係好支持新進嘅歌手同埋創作型嘅歌手、才華型嘅歌手，就歡迎大家嚟到呢一度咧，同大家分享你嘅音樂啦。咁嚟到呢一度感受商場大家嘅熱情，有冇啲咩感覺同感受咧？而家心裏邊好開心啊！好開心，星期日都可以見到大家同埋感受到。即係大家喺呢個夏天嘅嗰個熱情，係啊！喺商場裏面咧有呢個熱情，又可以送俾 Nancy， 大家再俾多次歡呼聲 Nancy。喺度咧都要問下兩位嘅音樂計劃嘅，大家都係喺呢一個音樂路途上如火如荼努力。可以撳住先，我可以三個步，你可以黐唔係好實。你一做一滴咁樣，滴咁樣好似有啲尷尬。唔緊要啦，你 hold 住一陣，你唔好喐， okay, 少啲。跟住然之後咧，就要問下兩位嘅音樂計劃，因為兩位都係音樂路途上咧非常努力嘅人啦。咁最近有啲咩新嘅計劃或者 ongoing 嘅咁嘅東西咧 ？Nancy， 我哋分享先啦。我都喺度準備緊，即係我啱啱出咗首歌《Let Go》啦，但係之後都一直準備緊之後嘅歌。係。之後就想試多啲唔同風格嘅歌啦，咁就睇下可唔可以做到一個第二本好完善嘅專輯出嚟。係。我之前同 Nancy 傾偈之後，而家咧佢啲歌曲可能花都會有唔同嘅關係啦。咁今年推出咗兩首作品，一間咧我哋應該都會聽到嘅。咁當然就繼續拭目以待 Nancy 唔同嘅音樂作品啦。吳林峰你咧，知道你啱啱開完 show 冇耐喎。係啊係啊，我
我嚟緊嘅音樂計劃就其實都唔算係，即係其實都 keep going， 即係有個 project 叫做即係一年寫26首歌啦。係係啊，高產唔係高產，其實幾夠時間。你要唔要邀歌啊？唔係，今年真係呢個計劃咧 keep 住就繼續寫嘅寫，今晚都會有首新歌出啊！大家記得聽歌。係佢嘅生日歌啊！寫咗生日歌俾自己，自己寫俾自己嘅生日歌。咁所以兩位咧都喺呢一個圍坡嘅地方咧，同大家分享佢哋即係努力嘅音樂作品啦。咁喺呢度傾完佢哋音樂嘅東西，當然繼續支持啦，但係都要同大家一齊玩遊戲送禮物嘅。係啦，又有禮物送啊！咁就係咧，如果答啱嘅朋友咧，就會得到圍坊嘅100元電子禮券。而家就要問下大家對於大圍有幾咁認識啦。咁咧，一間我問兩題嘅 Nancy 咧，幫我哋揀一位先。第一題嘅話，跟住第二題就交俾吳林峰。今日 Nancy 同埋吳林峰嚟到圍坊同台演出，這個一年一度嘅音樂活動叫做咩名呢？ A 大圍音樂會 ，B 圍係生活音樂會。麻煩 Nancy 我數3、2、1啦。等陣先，大家放低手，可以嘅，要數3、2、1。3、2、1。好嚟，3、2、1。呢位彩色衫嘅哥哥，系生活音乐会。冇错啦，系生活音乐会，一年一度咧，都有喺呢一度同大家分享同嘅音乐，请嚟同嘅歌手朋友嘅。好，第二条问题，恭喜晒彩色衫嘅哥哥。喺呢个时候，俾林夫再忍忍佢汗。我忍忍汗先。我哋将时间交俾你。你哋听听时间到啦。谢谢你，俾多啲掌声张时。Let go. Let go. 將時間交俾 Nancy， 俾掌聲。